菲儿，上来吧。我想跟你合作。怎么？你昨天不顺利吗？我爸爸没帮我。 赵馆长也因为这事情关了起来，我实在对不起。没关系，事情本来就很难办。菲儿，谢谢你啊。可是，你现在公司停顿了，可怎么办呢？听天由命吧。我爸爸那儿我是回不去了。 下来就更别说了。一个女人要想超越男人，生活在男人的阴影之外，是件很难很难的事。你想做我这样的女人吗？一味了成功而不择手段的女人，其实是很苦的。你不介意吗？我不介意，这样能让我变得更强。 我不想再生活在受男人摆布的世界里了。那好吧，我们合作吧，姐姐帮你，加入我们的集团，我会给你注入大量的资金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们现在就签合同。来，菲儿，为了我们合作愉快。甚至已经下了拘留证，马上逮捕林妮娜。 等肖队和杨队回来，你们就可以出发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林妮娜已经从夜总会出来了，她现在在自己家，我们已经对她进行了布控。什么地点？南苑小区3号楼。都准备好了没有？什么？出发！ 找个安全的地儿，安全，这城市没有安全的地方，我不走了，我走不动了，让他们来吧，大不了是一死，跟他们拼了。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。 就找个安全地儿躲起来，这样才能把事情解决。你要相信我，更要相信你自己。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，我有个好朋友，是市长的女儿，她那儿应该很安全。 去看那里，快把枪收起来，走，快走。
出来。香港的成都茶已经到了，哦，请他们进来吧。唐大官，你好，我是香港九龙总统唐子坤。啊，欢迎欢迎！我知道，我们已收到了你们发来的公函。啊，这位是我们省厅行政二处的程处长。啊，我们是本家，这在香港是要请客。本家加同事，你好。别客气，有机会的。唐长官，我局和贵方已经达成书面协议，希望你们尽快配合我们在思明岛上抓捕我们缉拿的要犯江少威。他身兼假币，人命两案，非常危险。我请求你给予我一定的权利。我不知道程探长需要哪些支持或者协助。哦，对了，我们的这位程处长可是专家，你可以问问他。局长，七日大案有专案组，专案专攻，江少威的事儿还是有笑脸负责。还是你会推，那么还是我来说吧。程探长，您具体需要哪些协助呢？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我需要在抓捕当中带着我的助手，希望贵方提供枪支，我还需要有单独提审的权利。行，这是我通知肖雷配合你。不过你们在大陆携带枪支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。好吧，那我和肖队长再具体谈吧。程处长也要多关怀啊。别客气。局长，我还有点事儿。再见。再见。唐长官，那我也告辞了。再见。和你联络不上，特地派我来保护你。说，为什么不联络？我没机会和他联络。现在证人在我手里，但是不能交给你们。
我计划和他三天破案，完了以后我自己向处长去交代。你根本无法交代，你已经违反纪律了。你仅仅是因为他不敢面对警方，难道你自己就没有杂念？小姑娘，你太年轻了，你这简直是在毁自己。好，我马上见处长。他每天都按时等你，今晚你没来，他很担心你。我这就去通知他。哦，对了，你要做好思想准备，你肯定会挨骂的，我了解他。她叫邵静然，在你们公司工作呢。邵静然，那她男朋友是叫江城吗？好像是吧。那我走了。他们的目的地会不会就是你说的那个深仓啊？不会。队长。没有受伤，处长，我又让您失望了。好了，多的不说，黄娟已经告诉我了，她会继续保护你，以后跟她联络就可以了。情况怎么样？这是昨晚我在中美林别墅找到的。他们在利用一个懂行的老人制造新假币，这就是样品。懂行的老人，沙坤。李天华说过，这下麻烦大了。验钞机刚刚生产出来，如果他们批量生产的话，它的危害性远远超过那几千万。我试过了，处长，可以通过验钞机。您赶紧想办法吧。这事儿交给我。我现在正在查找宝龙公司三号码头的货物去向，你了解他们的情况？他们的目的地会不会就是你说的那个深仓啊？不会，新老板熊叔很狡猾，他不会为了这点原油轻易暴露深仓。我觉得他是在转移您的视线。
我倒可以给您提供一个人，他也许可以帮助您。李永顺。你那笔10万块的现金是刘正刚给你的吗？是的。他说。赵薇的犯案性绝对有80%。程三儿，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，但是我真的没有权利私自把这些档案交给您，对吧？可是我有一个特别快捷的方式，您呢先写一个书面材料给你们香港警方，然后由你们香港警方出示一个正式的公函交到公安部，公安部转交给省厅，省厅转交给市局，市局再转交给我们刑警队。然后我们呢再写一个书面的报告交给公安局，公安局交给公安厅，公安厅交给公安部，公安部再交到你们香港警方，你们香港警方再转交给你，然后你就可以给我打电话，我再酌情呢把部分材料交给你，你看怎么样？我觉得你们大陆警方的这种工作态度完全是不负责任的，你们是配合我工作的，这些事情应该你们来做。程警官，你的属下不配合我的工作，我请你给我解释。哦，是吗？小雷，怎么回事？出来。
这三陪小姐出什么事儿了？陈叔，乔队，出来了。陈队长说话了。江少伟的案子还是由你来负责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现在我们分配任务，红雪到，马小川到，你们两个人负责林妮娜供出的周斌和张红霞两人，顺藤摸瓜，尽快找出假币的存放地。是，杨亮到。这是两张即将投入市场的新假币，工艺有了改良，你马上送到李天华教授那儿去。明白，让李教授随之改良工艺，研制出更新一代的验钞机。对，但是难度挺强啊。我自己的任务是去查找宝龙公司货物的去向，争取找到证据，今天封锁宝龙公司，助大家一臂之力。大家都听好了，对手一直都在和我们较量，他们也在和我们抢时间，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。现在快12点了，今天晚上8点以前，不管结果怎么样都回来集中一下，行动。是不是跟我有话说？小磊，你主抓江少维的案子。知道他具体的位置，
不过我们可以设想一下，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走私行为，也许它是个骗局了，也许他们把货藏到了一个你们永远想不到的地方，也许他们根本就没运。多照顾，再见。干嘛？这两天我有要点事儿办，办完了我就回来。大姐，你们回来晚了，是不是不愿意回来了？事情没有办完，我们没有办法回来。你们是我的弟弟妹妹，完成任务是次要，关键是你们的安全。大姐，现在是最难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不依靠你们，依靠谁呢？阿珍啊，你不是一直想回西贡老家看看吗？等完事儿后，你可以回去看看。阿龙啊，你了解阿珍的心吗？这么多年在外面奔波，你和我都忽略了一个女孩子的心情。大姐，有些话还是说出来比较好，等事情过去以后，我想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。这次事儿办好，新币一旦运出，我想我们大家就都解脱了。这是广告公司的地址，江少薇现在的藏身之处。只有他能够达到这种功力，他这是和我在竞赛啊。李老师，现在无论如何您得赶紧改良工艺了，全城都在看着您，这事除了您之外没有人能完成的。我的能力也就到这儿，他们的工艺更精良，比如透视密度仪器。
你肯定是她的男朋友。哎，你别跟我吹牛了，要不然她才不会把你带到我公司来呢。我看平时阿然从来好像也没跟男孩子在一起过。真是她的朋友？我才不信呢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。那个，你是不是饿了？要不要我帮你去买点吃的？我帮你去买吧。我跟你一起，要不要？哎，不用了，你在这儿待着。你千万别走，你要走的话，阿然肯定要说我的。别走、啊！谢谢你啊，张小姐。谢谢。哎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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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我希望大陆警方能跟我们合作，而不是阻碍我们的调查。这几位警官确实非常不合作，他们不给我们调资料，肖队长也是能躲就躲。既然是这样，我希望你能够给我们自由办案的权利。田先生，坐，慢慢说啊。办案自由度，你在我们这儿和我们是一样的。中国大陆的办案自由度是建立在大陆的法律基础之上。那好，我们的人在办案当中，请你们不要插手。这是联合办案，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办得好，这毕竟是在大陆嘛。肖队长他们根本就没有重视江少威的凶杀案。江少威来到司令岛之后，他没什么动静。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，他并没有参加什么刑事案件的直接证据。怎么会呢？司明岛上这几天以来档案记载的刑事案件说明了什么？江少威还在司明岛上为非作歹，死人不归案，我没有办法离开本市。啊，对不起，陈先生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唐局，是我。江少威已经落网。什么？江少威刚刚被我抓住。好，小雷啊，干得好。应该的。嗯，那好，那我先把他带回刑警队。程先生，江少威已经被捕归案。